上周在监控里看他见国一瘸一拐的来吃饭，观察了两天，发现他又好了。但是今天看监控发现他又瘸了，不知道是旧伤没好还是又添新伤，让人实在放心不下。所以今天呢，我想尽快把他抓住带去医院。今天我们的幼儿园传出江湖，你先回去，别在这里吵事，我在这里妈妈干不了活。都想出去啊！食堂的门先要关起来，暂时大阳。哎呀，小鸟把这个笼子弄得好脏啊！请你来记录，因为想要尽快的把它带去医院，所以我们这一次给它放一点零食罐头。要用毯子把这个笼子给包起来。流浪猫偷吃可太厉害了。好了，现在都布置好了，摄像头也都收好了。人家吃剩了一点点罐头，这两个在抢着吃。怎么回事？星星见过吗？是见过了。建国现在也已经习惯了被抓，是不是啊？不生气了，挺好。你不用看阿毛，阿毛不会出来救你。把这个来了，往后退一点点，来了。妈耶！再往后退一点，往后退一点，不要打扫把啊！扫把拦在这里，不要打扫把，扫把是拦住你的。建国有点社牛。好了，就这样吧。好了，在里面了啊。好了，猫的水箱又开张了。它淡定的很，鼻子撞出血了，是不是啊？谁在挠门？就知道是你。全部都来了，全部都来了。理查花来了，那是你好朋友。行了，出去。李老师给他拿了一个内外同驱的驱虫药。会。小狗狗啊，怎么不咬我？也不挠我。也不凶我，你这个态度让我有点慌张啊。什么情况？我觉得你有什么阴谋，不敢相信你。驱虫药还是明天拿到医院去做吧，我怕我一打开笼子它跑了。现在从外观上来看呢，看不出它的爪子有受伤的迹象。但是确实它的左爪感觉是比右爪要肿一些。我现在去给他拿罐头，我走了以后他会不会耍花招？你们给我盯着。
吃饭饭啊，给饭饭。我刚才有问那个我们很近的医院，就是之前带过小虎子去做绝育那里，我问他有没有在开诊，没想到他现在回复我说是可以的，那我决定现在就带他过去，就不等明天去米多那里了。那我们现在去医院啊，想见光，晚上就可以回来睡到点数了。今天晚上就不用住笼子了，走走走走走，走了没有？嘿，走！这家医院呢，离我们家只有开车的话七八分钟的路程。他好老实哦，一声不吭。到了，没事没事没事，手手不要伸出来，本来就疼了。Hello， 熊吗？你好，我不知道他熊不熊。应该不凶。你是专门抓到它吗？我是故意抓它的，因为它是我们家生活在我们家后院，一直在我们家后院呢。好的。我直接给大家两张片子看一下。好的好的好的。吃和大小便你不太清楚了。吃是很好的，我有看它每天。排便呢？排便它没有在我后院排，所以我不知道。但是吃是没有问题的。它一天要来吃个三四次。之前他瘸过一次，但是后来看到他又好了，又没有瘸了。瘸的时候能点地，现在是点不了地。就是对，原来是可以点地的。行，那我们带进去，两张片子是240。好，这个是。你要不要？哦，那个待会帮我做一个驱虫。可以。哇，你怎么放出来了？这是流浪猫。小心哦。他跑出来了，你先拿一下，我帮他抓一下。等等，建国现在在大闹诊室。哎呀，请自行脑补吧。原来是抓到了，再叫。你是要拍哪里啊？都是 OK 的。对，胡子。那是哪里？对，肌肉上面。脚掌看了吗？脚掌的话也没有什么问题。哦，没有问题是吧？行。天啊，我喂了你两年，你居然不是那只猫。What？ 对呀，这一切都是母的。我是女神，漂亮的女神。它应该没有在哺乳吧？我刚才看到乳头是没有乳汁的。对，估计在带小猫。你先看看吧，先过个几天看看。那我今天是放它走还是不放呢？放它走吧，就看有小猫。如果没有小猫，我就可以放在这里，明天就直接绝育掉了。对呀、但是绝育要休息好几天。绝育母猫要七天。对呀、就是嘛。所以带回去也处理不了。你就给它磨成粉，拌在少量的罐头里面，罐头应该能吃完，少量。对。然后拌在里面。那我今天晚上喂完它，就给它放走。就是像它腿这个情况，应该最好就是禁养，不要放它嘛，对吧？禁养。但是像它这个情况，你说怎么办呢？像到我看他的脸都没有认出来，他不是那只猫，你说你多像？我还说他怎么这么乖了。现在我要赶快把它放走，然后他的小猫咪就惨了。对不起啦，今天你辛苦了。来了，走了。受到了惊吓，我想他今天不会再来了，太让人担心了。走开走开。我要去先洗和消毒这个笼子。现在我来看看监控，原来瘸腿的猫就是这个猫妈妈，不是建国。他们是轮流来吃饭的，所以呢，这一次看腿是好的，下次看腿又瘸了。
好在没有白跑一趟医院，又好在检查结果他的骨头没问题，医生说可能是扭到了，肌肉组织有一点损伤，要不我就为难了，留在家里治疗呢猫宝宝们就会有危险，放走不治疗呢又担心猫妈妈会扛不住，到了七八月如果它还来的话再抓它去绝育吧，如果能抓到猫宝宝就更好了，绝育驱虫打疫苗一条龙，完事之后呢就找个好人家换聘礼。好了，今天的翻车视频就到这里了，我们下期，算了，不要有下期了，喜欢猫咪的小伙伴记得关注点赞给我们留言哦，拜拜。两盘肉一盘饭，他们不在我这里喝水的，之前放的水从来没喝过，然后还长虫子了，我进去了，不会再抓你了，放心吧。